棒比赛颁奖典礼，请受奖者上台。然后这时候个案，好，然后画幕。第二幕。励志，今年方平18。励志，今年方平18，就读台大资工2年级，为目前资工系系花。虽然未回系花，但是自视甚高，不使众多追求者铩羽而归。胖子，胖子也就读海大资工，且为海大跆拳社主将。据说比赛时，只要将双举起，对方就不战而降。在海大 Beauty 版最常被表特的帅哥，有小金城武之称。励志，今年方龄18，就读海大资工系2年级，为目前资工系系花。虽然未为系花，但是自视甚高，不使众多追求者铩羽而归。胖子也就读海大资工，请为海大跆拳社主将。据说比赛时，只要将双手举起，对方就不战而降。在海大 Beauty 版最常被表特的帅哥，有小金城武之称。看似不经意的一眼，却展开了一段犹如干柴烈火般的逆旅。好大呀。
很奇怪。没关系，他走了。没有吧？对啊，就一个八楼的走，所以找一些比较，所以好，那你们已经工作了，我没有工作的，没有错，他要熟悉活动流程哦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打，然后会知道，要不然他该打不习惯。你现在一个人要怎么？你现在要怎么？我把两个都给丢掉。为什么今年芳龄18就读海大资工二年级，为目前资工系系花。虽然他会为系花，但是自信身高不使众多追求者下不为人。也就读海大资工，且为海大跆拳社主将。据说比赛时，只要将双手举起，对方就不战而降。在海大 Beauty Man 最常被表特的帅哥有小金球之称。看似不经意的一眼，却展开了。你们走慢一点，要走慢一点。你要看一下，你要看久一点，但是你要有看到啊。你这样，第一次还没。对，你要算那时间，差不多2-3秒。我就是看他走几步的时候，他先走了。知道，你差不多走到那边，他走两步。
谁啊？一开始我这个讲的时候，我现在在这个场在看。他讲到，你介绍你跟打工女就要开始做，一开始18。一开始你要不用跟着他去做，你只要做话讲，做到女人，就女人都做得对。好，开始了。春桃，简芳林，18，就读海大资工系2年级。为目前资工系系花，虽然未为系花，但是自视甚高，不使众多追求者铩羽而归。你说的是一点的啦，就是有励志，然后就开始写不动笔的，对吗？你就说，励志，不好意思，为了13岁要为了干嘛？到时候怎么？为了艺术吗？这是艺术啊。会啊，好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你全是女人，全是男主设定，因为他们又还没去，就女人多点点。其他部分可以弄吗？可以啊，对，可以弄的。好，今天晚上。好，你去讲。明天我六点半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叫你啊。明天让我看到。小编画啊，我们那个在另外放，节目单另外放，在确定就是上那个，所以只要是要学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开始哦，开始哦。明天，春桃，今年芳龄18，就读海大资工系2年级，为目前资工系系花。虽然未为系花，但是自视甚高，不使众多追求者铩羽而归。小金，也就读海大资工，且为海大跆拳社主将。据说比赛时，只要将双手举起，对方就不战而降。在海大 Beauty 版最常被表特的帅哥有“小金城武”之称。看似不经意的一眼，却展开了一段犹如干柴烈火般的孽缘。边走边动，拉拉点，讲话一定要。
一个人在看有没有人看出货是用过的药要拿两等一下，你谁？光天化日，
刚刚话是这样，游戏，杨家是什么叫生的？搞笑吧。好啊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老牛在腰间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还有三个啊，你站在脚里面一点。对，对。好，那为什么安全吗？没完了，鸡巴仔就鸡巴哎，鸡巴仔。你这边有换吗？你这边有换吗？哎，站长，站长，把那个班主任，对啊，那我现在直接接了，可以少一句，我啊，少留在一句，因为他刚刚台词就直接讲我外号要个。集中生智，是我的本能。集中生智是鸡巴仔本能。没录到你呢，重来。只要有声音就好。我有只鸡巴本能。大杯，去倒假的，小鸡小鸡事业。大杯哦，像你还来你。安排我给你加班。好了，这些制作就。打完，然后打完，打完才念，打完，然后打完，打完，然后你会夸奖。每个大号，一号大号。哎，还没啊，还有啊。哦，重新不是吧？好，别忘了。好，别忘。发现了，然后就有点。
发号能力啊，他贵被他，他我们也在旁边被发现，现在也可以，你贵被发现也可以啊，不是这样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样只剩一小时，你要快，好了，你要记下都带点，我靠，接下来。你应该说，你要那个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
太好帮我吹，打的，然后去把东西吹完之后，都是我们的东西。
道。信可，嫁给我吧。好厌啊，不要问我，我回头。
不要过来点呐、啊！你要不小心滑下去，就像刚刚你看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一手电我，你看不是，你看不是他在这边打的，是吧？你们也是这样。打掉好，不要你就给我打他了。对吧、啊？所以我礼拜一的时候，就是今天是礼拜四，我礼拜一的时候就把历史报告给他了。没有，那个我赶了三天三夜，因为我都没去上课，所以要去掰很难掰，对吧、啊？就很高兴，我就想要来，我今天应该在，然后还可以睡一个好觉。那没有想到啊，那看励志的电脑，看上去重冠，然后重冠呢，那我东西就存在它里面了。你干嘛知道他马哲代表了？他马哲来哦，我要重写。那我今天要熬夜了，就是这样。他马哲来哦。
不过大家今天还蛮辛苦的，很谢谢大家。德比，德比，德比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再见。拜拜。